两片粽叶相叠，包粽子第一折决定粽子的大小样貌。技巧已经生疏的或者初学者，有人带有人教，渐入佳境。因为遵守防疫人数规定，1500颗素粽分成多天多时段，让更多人参与。我们这里刚好有一个很合格的厨房，刚好可以来做这个素推，就利用这个厨房，我们是尽量邀约一些没吃素的志工来做，顺便让他知道素食的好处跟素食的好吃，让他们肯走上这一条路。慈济列志文联络点，新冠肺炎防疫期间推广素食更加积极。素食是非素不可，因为对我们地球、对我们自身都是非常好的。广邀志工的素食食谱，透过社群平台激荡创意交流分享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尤德坤，加拿大报道。